刚过来，你看天这么黑啊，估计要下大雨了。现在赶紧找一下货，看有没货啊。今天过来捡螺。现在才5点，天就这么黑了。现在雨也要下，刚过来就下雨。那你要头灯都带过来，怕看不见。那现在着火哦。这么一个公海领导。 个头可以，你看，这里面两个螺螺在那里面，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哎呀，赶紧捡一点，不然要下大雨了哈。 好，这里面连个螺螺。哎呀，一个出来了啊！还有一个在那边。哇！哎呀！哦，在那里面，掉水里了。 来，我从那边给他捡一下。这两个啊。这边有个螺螺，这头有点小。 哎呀，下面有轮子。哎呀，哇，这个个头可以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。今天比较晚过来，啊，你看，那里面也有一个。比较晚过来都是捡螺哈。你看，啊，两个里面。等一下，这那个不好捡。 哇，这个够大哦！哎呀，你看，可以呀！你看，螺螺鱼来了，又找到螺螺，来吧，来吧，小宝贝！这个够大。 这里面，来吧，小宝贝。哎呀，又连着啊，哇，都是钱啊，螺螺，来吧。哇，这个，你看，上面都是藤壶啊，小藤壶啊，这个一线连头的啊，好看一点。 里面还有一个，哎呀，有没有看见？一股多这么里面我没看见。哎，你看啊，哇，大鱼下过来了。啊，你看这边又捡了几个，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个。 哎呀，过来吧！哎呀，又掉了一面。哎呀，这个都手伸进去拿了，一共5个，应该是一排5个。可以哦，我们再勾一下，看还有没有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哦，没了，没了。这边又发现一个门罗，来吧！哇，这个鬼呀、啊！哎，不行了，越下越大了。哎呀！来两个门罗。哇，里面还有一个。来，石头搬下来。喂，哎，一堆三个啊、哦，还有两个。马里罗，给他点一下。现在雨送一点了啊、哦。看这边一个门罗。哎呀，刚刚下雨都不敢拍呀、啊。哇，里面还有一个。一个了啊、哦。里面还有一个。两个啊、哦！哇，刚刚雨下得很大，才捡了这么一点点，现在要换个岛屿去看下有没有啊、哦？然这一点都不够鱼钱啊！前面那个小岛马上也倒了哦，准备去那上面再捡一口看有没有。现在到。这一片你看这么小，那边过不去，这边找一下看有没有，没有就要回去。这边那个马蹄螺挺多的哦，找土的。哎，辣螺啊！哎呀，不好，这边你看，胆有点大。看一下。这边发现一个门罗，哎呀，嘿嘿，门罗啊，这边一个哦，然后看这里，啊，这个不是，哎呀，你看这里面，这边一个哦，来吧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。这边又有一个门罗，这边一片石头不打哈、哦，有挺多的。哇，哎呦，赶紧撤，赶紧撤！门罗，哇，这边还有一个小的，大喇叭，现在雨越下越大了哦，现在马上就要回去，等下回去再给你们看一下速度啊，太大了，现在已经上岸了哦，哇，你看外面浪大不大？今天亏钱了。不赢钱啊，就捡了这么一点点。啊，也可以啊。这满满一盆啊，有个十几斤的，我还有不多。那这些也能一个有钱啊。那这期的视频就跟你们先分享到这里啊，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